等会。好，还有一套铁装吗？现在没有目铁前了，还没没铁有。了。好，你们两个是不是？我来放，我来那你放们了。两个冲，你们两个冲，你们两个冲。好，可能，可能我撞见了。我在射，我在射，小心侧边的射击哦。好，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哇，我操！好，哎呀，我下不去，下不去，下不去。哇，被打下去了，两团团是没有装的，只有那个。Plan B，Plan B， 铁之炎现在都有在弄了，那个。啊。多一点其他的吧，中介珍珠啊，有中介有啊，炸弹啊，珍珠有珍珠有，那你农铁，我去换个。对，旁边的弓箭手有点麻烦。对，你不要挡我是。谢。小雨，你帮我那个原始点的箱子有那个铁，做两套铁装，加上铁剑、铁斧。好。金苹果的点可以有人去弄一下吗？明天也可以去一下。好好，我去。你去拿金啊？放进去。哎，没中。火点在那边，我们射不到，我射不到。嗯。会。嗯，为什么一直穿过？哎呦，中。两套都有了吗？对对，我放了。繁星，你们跟我一起冲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在拿炸弹呢。啊！转了，要转。又转了。转，我觉得是一个好机会啊，就可以一起上。箱子里有那个、铁质的装备，繁星可以。嗯。好。差那个、盾牌。对。盾牌要拿一下木头。繁星、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去拿一下，忘记。你就穿上铁装，一波拼了吗？我没燃烧弹，可五千存的。这里这里燃烧弹来的。小雨小心，让人吃你哦。哦，我知道。有人来吗？我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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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了。苹果，哎，繁星，繁星，箱子金苹果，要不要先拿个一起？小雨，要不要一起冲？三个一起冲。好好好，我拿个武器就来了。OK。走呀。好了。好，走。走走走。啊啊！掉下去！哇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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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退退退退退！Plan C， 哈哈哈 ！Plan C， 怎么办呢 ？Plan C 现在，我这里有17颗金苹果。啊！嗯哼哼哼哼！嗯，这路不太好过去。还是要用个几把铁镐这样挖比较快。那转了。嗯，怎么办？可是中间资源还是要去抢啦，因为不然的话会越差越多。嗯，金苹果我现在已经放很多了，等下就尽量吃吧。好。好。我觉得直接跳进去打应该还是有机会啦。我可是不太好跳啊。没事，跳不太过。我刚刚有没有想要用船的，就掉了。用船的应该可以。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箱子其实放在家里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家里这边没有其他的物资，嗯，就是空站着。他们现在三个人在守、对，还是我拿个 TNT 去炸看看。我真要去。好啊，我觉得可以。我觉得有一个 TNT 炸就局势就改变了。
去找看看。也要看，如果有另一条路过去的话，就更好了。嗯，我现在在偷偷的绕后路。见识。有很多金呢，可以用啊。那个是。铁的生成加倍。好，看看。金苹果好多、哦。黄金怎么那么多、啊？我一直拼命用啊，有就用，有就用啊。哦，刚刚，他刚刚把路拆掉了，麻烦。翻转喽。这有很多铁哦，铁资源岛这边。嗯。他们中间是两个钻石装的，三好像三个人在那，我在射他们，你可以趁现在赶快过去。好，你要炸了吗？还没。哇！哎，没放到。哎呦，我在看你。不是有要炸的时候互相照应一下，就互相帮忙。他们拼命在打 TNT 啊！天啊。对。哎、欸，箱子有了。哎呦，拿个火球。噔噔噔噔。嗯，多拿几颗火球啊。有失败率有点高，很难打，你看刚点到吗？就要去可以一起上，我们就互相帮忙弓箭啊，都一起上。嗯，有点小心啊、哦。可以吗？你们可以吗？现在中间一个而已，两个吧，一个那个刚刚往后走了，好，杰瑞在打我，哎，杰瑞在好痛、哦，杰瑞那个箱子很多很多金啊，所以那个要升级的地方都可以升，嗯，都可以升，杰瑞真的超级痛，为什么一样站一个地方会被打到？那、啊、为什么？头上还是要叠，头上还是要叠，三格是最安全的。喂，拿一下，翻转。等一下，有人要炸吗？好了，哎、欸，我被打下去了，又被射下去了。哇，嗯，先摸一下，痛。哎、欸，火焰弹没有？有啊。等小雨，哎、欸，小雨，你去拿金砖来放啊！你在想什么？有啊有哦，对吼。怀心，你这边格没有那个格，然后蜘蛛网很多嘞。哦，对，要分数，至少有分数。会。哎呀！要扔高，嗯，一扔低就掉了。哎呦，痛哦！这你团团呢？对啊，我刚刚要炸就掉去了。哇！啊，资源系、啊。我去看一下。资源。又掉了，他那墙好高哦。你往上扔呢？嗯。我在免洗的看有没有办法炸。好。先把这个存着。啊、我丢一个看看。好、啊，他其实身上没什么东西。扔过头啦！有啦有啦，有炸到啦！你炸到了？我炸到了！有，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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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！那个墙被炸掉了，啊，他们把那个路挖掉了，很烦。你等一下，哦，快捷键没放好，不够，可能要丢红衣。没关系，你等一下可以再炸一次。我先弄一下装备，我们可以一起来。啊、我拿了一些 TNT 回来，有的我拿一些 TNT 回来了。原来小雨专业炸弹客。嗯，我再去拿一些。哎、嗯，翻了，怎么？我拿一下。
看不见超级留言，不行，现在看不到你写什么。小雨，需要你再炸一波。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想想怎么样比较好。那个，因为你们等两个人看谁可以弓箭支援吗？等一下。对。可以，我先拿多拿一点 TNT， 等一下哦。好，你们准备好弓箭。我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好。反正你就免洗着炸。哎、欸，太小米了啦！太小米了。可惜。要是稍微一点才行。啊，结果原来是丢中间珍珠最难。对，可是只要有炸到，就可以来玩一波。好，那箱子很多天梯啊，你都可以多尝试。好，哎呦，那我来丢看看好了。好，怎么会有这个 spawn？ 玩心可以吗？不行。嗯，嗯，哎、欸，可恶，没放到。嗯，我是丢过头了，我想死。噔噔噔！为什么这样没有中？你等一下要扔的时候，还是说一下，多少可以找一下，再高一点才行。对呢，我想到了。弄啊！没有没有，音乐刚啊，不行，那个会掉下去。要转要转。然后音乐旁边不是放一个吗？如果点燃的话啊，会往下掉，不行。对，会往下。感觉是这个位置是最好的。哎，我后面他们刚刚已经连过来了，而且还全全钻，全钻的附魔。有，我点到了。有，我也点到。啊，被打掉了，他们打那个好快哦。他们还活着、啊。就是我们一放，他还没有点燃，然后他就把那个拆掉了。好，掉下去了。我想想，那应该怎么办才好？哎，哇，他也放中毒。不要射啦！你点这个，然后，总射不到。铁勒布特，好几百，漂亮！可恶，打不死他，没扎到。哦，我就掉下去了。哎。他那个好快哦，他自己反应超快。那一点八就好啦。怎样比较好？我们要不要有一些人先去抢其他点啊？嗯，因为这个分差，他们等一下如果攻击就比较难了，还是要打掉中间那些。就是你抢其他点，就是拿其他物资看有没有办法打一波。拿这个吗？拿这个比较好。出啊！要翻转喽！刚下去，刚下去，刚刚下去了，刚刚下去了，我打下去了。TNT 放在奇怪的地方。还是你直接在这个前面的那个铁资源这里啊？因为这里其实蛮靠近。再稍微下去高一点，下去。在中毒之前扔个应该还可以。嗯。对吧？我觉得我这边如果有扔，应该都可以中。出啊！哦。有很近很近，炸近近。有爆有爆有爆！没炸死他，可恶！喂喂！哎，为什么我都这？砸在那个墙壁。嗯，其实要炸死真的太难了，分装啊，炸死，因为他没有举盾，然后那么大。我看哈基好像没有盾。
又是掉下去。你刚炸了，我有跟上，可是就还是没办法。他们血还是很多，他们马上。哎，谁把黄金拿走没放回去啊？明如啊，金砖那边。刚刚，等一下哦。没有金砖了，应该是后来就没有啊。没有啊，他连掉都没掉，看。我仿佛听到杰瑞说：“好，繁星拜。”为什么要打走他？快点！我还没飞到。铁资源那边有很多那个哦，铁没有放着。喂，要翻转哦。